山东大叔娶了个越南老婆，带着大叔去越南把他媳妇儿给接回来的时候，越南的阿姨因为种种问题又不想回来了。正好这天是他的生日，我打算给他过一个永生难忘的生日，希望能够感化他。叔叔过来，来，我找你半天了，你过来一下，你过来过来干什么？我不是买了个这个生日礼物，一个银手镯。哎，等你听会儿，还有花。一会儿的话，我不能。你就拿着送给他就行了，感动一下。这就是死了吧你？没事，你可能是年纪大了不懂，你就给他就行了，给他你看看他怎么，有可能就回去了。哎，回不回去你就送给他，就当送给走临走之前送他个礼物。你就听我的，拿着花直接。哎，我会说，我说这个叔叔这给我说的，提前说的，让我去帮你。他不会买，我去帮你买了一个，是说你买的，你明白吧？然后你到时候送给他就行了，能感化感化一下就可以了。啊，听我的，叔叔啊，要不然的话你就凭实力了。你听我的啊，一会儿我话没让他知道，我就藏起来了。一会儿的话吃蛋糕的时候，我要拿过来给你，你就去，你说送给你，祝你生日快乐就可以了 ，OK 了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那先端呗啊！这看你还没来，没人没来了。人呢？没没有大家，没有那啥呢。叫人开始吧，叫人来开始吧。就这一次机会，花这么多钱就为了不懂过这个，没，我没懂过这个。快，拿着，别让他看见了，给个惊喜。往这边躲一躲，往这边躲一躲。没事，唱完歌不是唱歌，你再给他，唱完歌再给他啊，唱完歌再出来啊，等着啊。啊来，准备唱吧，阿姨坐那儿，快点。啊，对，等一下，让你进来，你再进来啊。阿姨，来坐这里，啊，坐这里。啊，开什么？来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吹，许愿望。好，快，来，啊，进了，鼓掌，老婆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啊，礼物呢？给礼物带上，叔叔，礼物带上，礼物，你给他带上。哎，去把礼物带上啊！行啊，快，别换了，赶紧的，快一点吧。啊，礼物你还都不知道，你给他带上都可以了。
在下面呢。啊，在那儿，戴上来，戴上，戴到手上看看能戴上不能，合适不合适？对。阿姨，这是叔叔让我去买的，让我去买的。叔叔一直给我说好几天了，让我给你买，他不会。戴上来，戴上。啊，戴上。真是，真是。啊，那碰了一脚呢，也摸到了，但他不能拍了吧？啊，鼓鼓掌，鼓鼓掌，哦，鼓鼓掌。啊，爸爸。好。啊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啊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快点亲亲。啊，你亲阿姨，亲一个嘛，亲一个，哎，亲一个嘛，哎，快点嘛，亲一个，来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啊，亲一个，哦哦，鼓鼓掌，鼓鼓掌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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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饭，吃饭，啊啊。叔叔，你帮你切一个给阿姨，第一个给阿姨，你帮忙阿姨切一下啊。给老婆拿。对，让叔叔切，对，给阿姨先切一块啊。到人了，到再能够都问到天了，整他整他。整我呆了，能听话。到人了，到人了。有人了，我要到人了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。老板，要不要问题说不重要？我家爱动物长得好。好像菜有点少啊，没想，我没想到这么多人啊，菜有点少。大叔的表现力超出了我的预期，很好，不错不错啊，虽然没那么完美，但是我认为是可以了，已经啊，已经可以了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身上都臭了，我今天想去洗澡，去宾馆，好不好？行。好，好，没问题，晚上送我啊。叔叔啊，嗯，多蒸两口，然后晚上的话我就去洗澡了，剩下的最后的机会了啊，你自己看着办啊，最后的机会了啊。我都去洗澡了，叔叔啊，好，把握好机会啊。穿过狂野的风，你慢些走，我用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。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那么静，烈
连风都听不到，听不到，飘向天边的云，你慢些走，你慢些走，我用奔跑告诉你，我不回头。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，那么静，你都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人民欢迎，感谢老白来了啊！来了来了，一起，女儿你们两个一起捧个花，你来了，来了来了，来开门，先走，来走走，开门。把你尽量不要照明，不要脸。啊，不要拍里面，不要拍脸，不要拍脸。快过过过来，好，去吧去接吧，抱抱抱抱。哎，好了啊，错来了错来了错来。别不好意思呀，再见了，再见。感谢家人们啊！太好了，这一瞬间是最好的。来，坐下来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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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了。让女儿送花。花抱一下。来，说两句，说两句，说两句。欢迎我老婆回家。你这抱着回家一起一起牵到手啊，牵到手啊，牵到手啊，感谢家人们感动。Thank you.